我会时不时的拿镜子，然后拿那个棉花棒，一直这样觉得有眼皮。我就是对我特别差，就是因为发现就是一直照镜子是有容貌焦虑症。所以我是有吗？你可能有。然后我就一直觉得鼻毛有外露，还是牙齿上面有东西？可能有，就是你很焦虑，然后你会怕被这些东西被看到。对，我好咨询师是不是？你对那个，我要给你开药单了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